迎收看飆股日报，今天是10月29日，我是慶恩，在我旁边的是许博士，许博士你好。哎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飆股日报呢，会在前一天提供你五档股票，你没有听错，不是四档，也不是六档，只怕你没有胆买股票哦。那飆股日报呢，会在前一天让你知道，让你提早财富到哦。许博士，我们今天大盘啊，哇，昨天还在3.5%，今天又跌了400多点，我只好露相间，就是跟大家就要看你给大家福利啦。是，没有啦，没有。许博士，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帮大家整理了一下之前的这个绩效表，那我们会跟大家说，就是许博士之前选的股票有哪些股票是涨停的状况哈？好，那今天大盘之所以跌哈，主要是因为这个消息面这个外面川普啊，讲说台湾晶片怎样保护费是啊，现在川普又民调又比较高一点，预期他会当选哈，对，所以有些人就预期，然后就联想，所以这个就有利空啊，这个都消息面的利空啦，消息面的利空比较不用太紧张哈，当然也要注意。不过我们的股票还是涨停啊。对啊，推荐的股票今天其实也还是有哦。是啊，等一下我就告诉今天涨停的是哪一只哈。那我们先讲一下上个礼拜的绩效。到什么时候？上个礼拜的绩效算到昨天的收盘价哦，就上个礼拜推荐的股票算到昨天的收盘价哦，前五名哦，第一名就是光临。光临8032，我们昨天刚在讲。光临8032嘛，没错，有讲。刚讲它涨停板嘛，它开盘没多久就涨停板。对啊，它周绩效是37%，涨幅多少呢？37%。好，我们在推荐它的时候是56.1块嘛，是、昨天是收盘价是77.2块。哇，如果你把今天开盘是到83块，是啊，83块，你看快83.9块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是，那你这样有49%，没错，我们就算到昨天就30几%，对，第一名啊，没错，那就是如果你再算下去，算到今天，那就有快50了，49%，是，没错、那当然有些人可以获利了结了这个当然是可以这样来做的好，那下一档呢？是的，下一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下一档第二名啊，再回去上页嘛哈。上一页的第二档就是这个虎门科技嘛，虎门科技大家都还记得嘛，我们天天在讲，昨天也还在讲，有讲到，昨天它比较晚涨停，大家有没有看？是嘛，大家有没有看节目？昨天我们就说它比较晚涨停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它涨了连续啊涨了很多天嘛，太多了，那很多人要下车啊，是啊，说要下车嘛，所以就比较晚嘛，好，那但是第二名，排名第二名，将近33%，没错。那这个第三名就是东友，也是昨天也有讲到的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东友的资料啊。那还记得昨天讲什么？昨天也是讲东友啊。昨天要全雷达嘛，对不对？5G全雷达也东友、对，对不对？就我们的3.5%嘛。是啊，就是全雷达嘛哈。那昨天像环科啦、东友、光临啦、虎门科技、联昌啊，都涨停板，都是很快的。如果你在前一天有加入飆股日报，你就会享受10月28日的5个涨停，哎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大家想要享受这个5根涨停的，5个股票涨停的福利吗？那赶快加入我们飆股日报啊，02-7725-1393，赶快加入。因为好像有一个观众哦，有享受到这个5个股票涨停嘛？我们没骗人嘛，真的就是努力精挑细选股票啊，在这个大盘跌了400多点，我们还可以选到两档，今天也还是有两档嘛，今天有涨停哈，来秀一下，我们来秀一下哪两档呢？这个就是第一档，就这个东友嘛，刚刚讲东友第三名嘛哈，那东友今天是9点开盘跳空涨停，也又是连买的机会都没有啊。那468张嘛，你看在上面写468张啊，当然后面可能陆陆续有一些小小的，对，但是你一开盘就要抢，那昨天就要买、可是那个开盘还抢得到，它9点就马上跳空涨停了，那400多张啊，太难抢了，是啊，所以你要早一点得到讯息吧，所以你们就要加入我们的飆股日报02-7725-1393，你有免费前4月3天的机会哦，这三天呢，让你享受一下涨停的滋味。那如果呢，你之后想继续订阅，其实也真的非常便宜，一天才55元，
哇，这55元你去换一个涨停股，超级划算跟值得的诶。大家真的不要先犹豫了，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进来 ,02-7725-1393, 让你免费试阅3天、享受一下这个涨停滋味。那不是我们在下一个，东友还在讲哈、还有它是连续涨4天了啊、对啊是 啊，重点是我们连续都4天都掌握到了。是哦，那你连续都4根涨停，那就4根涨停嘛。对啊，55元换4根涨停，我们都有掌握到。你看我现在秀的就是说，你看它这个是10月15号嘛，没错啊，25号啊，刚刚是今天是29嘛，昨天28嘛，是啊，这25号嘛，还有一个24号啊，24号你看也涨停了，太扯了。是我们在21号的时候就推荐，到底怎么有办法这样选，一直选到这样涨停上去啊？啊，就是李周标股日报，许博士的团队太强大了，从1000多档股票里面选5档哎，许博士除了东友呢，还有没有其他啊？今天有一个一档强势股哈，对，那、先讲一下东友哈。好，东友它的技术面很强，是强了，现在价涨。前几天都讲过了嘛。是啊，我再稍微简单的 review。有就看到外资在卖，就赶快卖，就看到黑影就开枪哈、看到外开卖超就赶快卖。其实外资它还持股1400多张，是、所以我们持续昨天持续选择它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哈、那它营收正营收是正成长，就不用再讲。好，我们再来还一档，还有一档大益金嘛，是今天开盘没多久就涨，也是跳空啊，是啊。它还是很强。那许博士，因为大益金贸是我们前几天都没讲到的、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它的技术面跟筹码面。好啊，我再多讲一点哦。它昨天开始这个量增加，对啊、当然技术面是转强、量增加。那很重要是在筹码的这部分呢，没错，外资连续买超，自营也买超，外资内资都看好嘞，那许博士也看好。对，最近有一些股票，像它是做什么？大益是做那个汽车零件的哈，对，现在汽机车零件的特别夯，大家都需要。像我们那个时候8月推荐的一些股票，连涨6根停板的6万颗 KY， 是，它也是汽机车零件呐，所以你看它的营收很稳定哦。现在是9月份，大家就不用担心太多。9月份成长58%，很多，要一半了，比去年。那1到9月成长 34%， 那上半年已经赚1块钱了。是吗？你看，是这选到这么好的股票，你知道怎么选吗？你不知道的话，就赶快加入我们标股日报02-7725-1393，让你享受涨停盘的滋味。为什么不要呢？赶快加入在。赶快加入标股日报，在这大盘这么混乱的状况下，还能选到涨股，还能选到涨停板，那就是许博士的实力啦。那大家就别再犹豫了。赶快加入好不好？那我们这次的标股日报就到这样子喽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理财好康大放送，许江正博士超强选股逻辑全部收录在李周标股日报里，限时免费索取，立即拨打02-7725-1393，02-7725-1393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